那是什么？尸鬼进化，夜灵平野地球，帮助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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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底讲啥小？嗯，不知道，我很好奇。还在连吧？啊！等我一下。好恶心哦！不要打狗，这个虫虫。太危险了！我不带我的狗，我要带我的方块。这是地球吗？对啊，在地球啊。怎么红红的？因为时间，走吧。好恶心。这地方很安全。我还在看动画。就我们还没有离城之前都很安全。这里还有卖东西耶。所以那里是开放世界吗？他在做什么？我看他在切石头。我刚刚切石头，因为我看到里面有宝石。哎，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讲那么多话。是哦。对啊，平常都是我在问你的时候，你才终于讲个几句啊，就是我要主动跟你讲话，打游戏话比较多吧。嗯，打游戏话比较多。可是重点是，平常的时候觉得声音还好，你这过滤后的声音，你知道可特质。这里是啥回啊？这个漩涡是怎样？里面有什么吗？刚刚那个漩涡我丢的。哦。那边看起来很好玩欸。不不不，你去打那个东西你会秒死。想自虐吗？可以啊，可是那边正在打欸，他们正在开。哦，来跟我走，这就自虐的道路。好哦，我还是逃走好了。哇，这一只是什么啊？我可以精通段位提升了，我要来精通段位提升了。哦，你终于要钻三啦！我要黄金启蒙者四 ，OK。我剩下一点点就可以升钻七了。哦，老方法，刀具，我最不会用刀了，我都用枪欸。我爱一就对了，我爱一就对了。没错，从头按一到五。啊！我一直被打。我想要知道一下 Void Fisher， 他在中文是叫啥？啥啥啥 ？Void Fisher 他在中文是叫啥小啊 ？Void Fisher 什么？ Ready yourself。我没有听懂。就他不是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收集什么东东，然后开里面有奖励的那个吗？嗯，我去打那个好了。我给你。我们打那个，哎。哎呦，又被打。有一个等级六到八的。时间。快给我答案。什么时间？你讲时间，什么时间？等等，我加你点。我是说观众有人在跟我说什么？等我一下。我等一下，我还在段位，他们都在打我。哦，终于。哦，有时间限制。他说有时间限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打这个游戏。要请到太空船了。哇啊！我段位三了。然后取得任务，脱壳，脱壳拿下来，装回去。他刚刚把脱壳拿下来，又装回去。
是哦。他刚把脑袋拿下来，然后装回去。Oh. 你看他脑袋炸，他里面是空的。什么脑袋？他的脑袋是空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羊驼，狗狗的法文怎么讲？像。啊？再讲一次。我不要再讲一次。这个太阳太亮了。太闪亮喽。So light。然后红化决定在哪里？看了有时候久了眼睛很痛。啊，是结晶。87个红化结晶。哦，我刚刚把欧罗巴看成欧巴嘛。What？ 啊，是。那我们去打木星吧。我们全场只能靠羊驼大大来给予我们了。见面，见面，见面。嗯，这么愧是学妹，学妹的力量果然不同。哈哈，学妹。对啊。What？ 木星没有见面。木星没有见面，那有什么？对。决定了，就叫红化，那个红化结晶就叫做红色小石头。我可以用炮座欸，我来玩炮座了。这是什么？需要捕捉的目标是打他吗？要捕获的目标，对，你就一直打他，打死他就对了。哇，这个炮塔好好玩哦！你不用打他了。我要玩这个炮塔。Well done。还有哪里可以打 ？You are surrounded by Grenier Marines。哇，这个炮塔太好玩了！真的，虽然我们带的是土星，不是木星哦。嗯，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木星是那种，那个叫什么？叫西组的主机才对，怎么会有西组？我这边慢慢用炮塔。哇，没有了，这个炮塔没有子弹。哦，然后我要死了，那我死了。那你为什么会选呢 ？Don't worry, man, I come in now. Oh, what the fuck?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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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真心和玄情音调。主持人，这个歌我还没收集完任何一个部分。需要扫描器，我没有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在一个地方扫了4次，会有音乐。听起来像是那个珍珠美人鱼会出现的东西。我没童年。我没童年。可是我的童年都在救难小英雄了，怎么办？哼，救难小英雄，救难小英雄啊！哦，救难小英雄，我是我记得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魔法阿嬷，魔法阿嬷，这个我倒是没有，知道了。羊驼，哎，外太空的法文怎么讲 ？Espace。哦，地球的法文怎么讲？对。哦，我现在从窗外可以看地球。嗯，